裂开，丛林盖着在天月台，数十里外那铁巨塔早晚碎开，这片废墟当初记载，世人注目的蔓延漫步，然而拒绝接通线路，过滤最后那炽热跳动过远方信号，风中渐减，吹伸出铁锈，废地百几亩。维港终于覆盖遍抱忧，早已荒废的天星码头，一只花炮登上了城楼，人在拼命走，盼望能找到新出口，城墙钢铁太厚，怎么呼救当中多少个能逃走，我望不到神秘呀，也没有新地图，那坏了电脑永没法会料到这种劫数，终于困守残存在最后，哪里会有解咒，哪里有维港终于覆盖便土忧，早已荒废的码头，一只花炮登上了城楼，人在拼命走，盼望能找到新出口，城墙钢铁太厚，怎么呼救当中多少个能逃走，能出走，可否撑得到尽头，太想捉到彩虹，除掉漆黑那感动，这秒钟围城却没天去可，试过一切再重头，然后有